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要来测评大陆美食。今天呢，有我们的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 Q 豆腐，然后还有这个劲仔厚豆干，这感觉好像还不错。这个是这个藕片，然后这是那个什么澳洲素大牛排，这希望吃起来真的是牛排味。然后这是魔芋爽的素毛肚，它是泡椒口味。我们来吃哪一个呢？现在吃藕片好了，我觉得杀伤力可能会最小的，吃看看。怎么开啊？这里它有一种花椒味，很浓，因为它看起来很辣哎。不好吃。哦，好辣哦！好辣哦！不行，不好吃。再吃一个魔芋爽，这是素毛肚。现在看，天哪，好辣哦！是什么味道？为什么都是？我发觉大陆美食为什么都是很多油啊？他们都是要放多少油？这样试着看看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超难吃，超难吃！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味道，就是很辣，然后蒟蒻，就它一点都没有毛肚的味道。那吃这个好了，澳洲素大牛排烧烤味。天哪，真是，这好像挺香的。那这样，我觉得这我还可以接受，它就是豆皮做的，然后。豆皮做的辣条，只是没有辣条这么浓的那个花椒味，这还可以。那吃哪个？这我最后吃了，这才是正宗吧。吃这个豆干，厚豆干。哇哇哇！啊，真是豆干哎。我发觉大陆美食都是一个味道，就是都是一个味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它上面就写那个什么，上面就写酱香，就吃起来全部都是花椒味啊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好，那希望这个不会很雷。这豆干我觉得还好，没有，就我觉得喜欢吃花椒的人可能会很喜欢，大家就可以去。好，三个，这是 Q 豆腐，他感觉会被我打枪。哎，我天啊，他是今天最不会被我打枪的，很好吃哦。可能因为我真的不太能吃辣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哎。肉可以全部吃完，其他的我不会浪费食物。想办法把它吃完，真好吃！谢谢大家，我的评测结束了，很简单明了。大家要购买那个大陆美食的时候，要先三思，就是喜欢吃花椒的就可以买，不喜欢吃花椒的就不要买，因为基本上它都是一个味道，花椒味。好，今天测评到这里结束，大家拜拜。